七点钟出来的，干到凌晨四点，然后早上八点起来的，然后整到晚上五点半。要是正常陷的浅的话，就能用手给他推出去。如果说他深的话，拿拖车绳给他拽出来。道边或者有那个着急去医院的了，老人了、小孩了，免费接送。三个，我一台车车坏了，我的妈！六七十台，我每年冬天我是自己，然后带我对象，我们俩是帮他拉了那个就道边上上的人。就是今年正好下来说大雪嘛，正好咱也有车，直接就想上了，然后我姐就出去了，自发的就是。